你谢错人了，是你在给你勇气，也在给我勇气。同学们，快来吃鲅鱼水饺来！饺子好了，快快快！筷子，谢谢。 我要辣椒酱，没了，还有吗？没了。自己留着。嗯，挺好的。我煮的，要秘方吗？煮的真烂。挺好的，说你饺子煮的真烂。<笑>煮的真烂。 特别适合晚上吃，好消化。你好，景甜，景甜大厨。<笑>你以前不是最爱吃辣了吗？对，太辣了吧。来点酸甜又解辣。干杯。 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哟，真是大发善心。张曼儿，你助理电话。喂，助理。你干嘛呢？ 宋大川的电话你都不接，宋大川？对呀，宋导那边电合同可发过来了，法务过审了。我发邮箱了，你看看还有啥问题没？敲下来了，什么时候能签啊？没问题的话，等你那边路通了，回来就可以签。行，那你现在把合同发我邮箱吧，我现在看。嗯。 너 항상 그 모양이니?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谁？到底是他什么人？找到赵满儿，他会告诉你答案的。不跟我谈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想做的事儿，一个镇优美是绝对拦不住的。他要去做什么？你先找到他，然后我再慢慢给你解释这些问题，好吗？为什么是我？ 因为他跟我说过，你是他最信任的人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，。 到学农基地了，醒醒！醒醒醒醒，听到没？我要再强调一下，你们现在是高考备考生，要知道人家丽水中学现在已经到了冲刺阶段，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你们现在已经比人落后4个小时了，所以你们要到了基地。
把握时间，抓紧学习，听见了没有？ 너가 좋아하는 여자애한테 고백해. 더는 몸을 꺼내지 말고. 둘째, 반드시 꼭 중국에 남아있어. 한국에 돌아가면 안 돼. 알겠지? 他是谁? 为什么知道我用过 MP3的事? 尽快表白, 又是什么意思? 值得你使这么大劲儿啊！轻吗？过来！哎呦！什么作业这是？来，农场第一天就出洋相吧。哎！别动！巨沉这个！欢迎啊！欢迎啊！欢迎同学们来到学农基地啊！集合完毕以后。 我带大家去别墅放行李。我说，大爷，好了，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，跟我走。他怎么来了？别弄丢了啊！请安好。你不带箱子了？这位同学，过来，跟着我。去别墅喽。哦，哎，咱们出去捡。 欢迎齐天中学全体师生。 No！ 这床结不结实啊？会不会塌呀？你们有找到洗澡的地方吗？ 直接铺床单睡着不硌吗？返璞归真，吃苦第一。学农啊，就要学的彻底。哎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贼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韩国人啊。所以呢？你们韩国人不都直接睡地上吗？怎么还会翔哥？我看韩剧里啊，都这么演。我们睡地上也要铺东西的呀。那你们干什么要睡地上？来啊！ 胆大是给你们表演个鹞子翻身啊！哎，忘记让马信也帮我震床了。来来来，马信，震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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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重新来一次啊！来来来来，各位啊，鹞子翻身啊！哇，可以啊！
卡住了，这卡住了呗。跪一下，跪一下。扭到了吧？我，区区小床啊，不足挂齿。干啥忙不拢？走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，哥们儿，走了，哥们儿。哥们儿，等等我呗，于明。来来来来来，走了走了，走了，快点吧，冷大师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小心。同学们，挖红薯啊，先得把这个藤蔓啊扒开，把上面的浮土呢扒到一边去，记着啊，别扒得太深，一边挖啊一边仔细的观察。久了久了久了，不是他吧？可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对啊，那如果他是小卖部大叔，那现在学校里小卖部做的那是谁？说不定那小卖部已经关了，你看呢？总觉得像是还执行什么秘密任务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开小卖部，咱们俩就学农，他就做学农老师。你们记不记得学农基地门口也有一个小卖部？说不定，很有可能是连锁店。不科学吧？科学和你有关吗？别猜了，挖的怎么样了？挖着呢。再挖再挖。快点挖，你挖你的，仔细的找啊！挖快挖，快找！对，这个有啥意义？要用手去摸它，啊！来，交给我。发现以后呢，扒开浮土以后，用手去探测一下大概的位置，顺着这个方向。加油，妹儿！赵妹儿，加油！加油！挖！加油！挖！加油！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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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看我铁杵神功！呆子，别盘我的地！偷袭！二兄，师傅让妖怪抓走了。为什么要叫他二师兄啊？《西游记》你没看过吗？外国人。二师兄是《西游记》里的人物。正是，非也是猪。大胆妖孽，拿命来的！嘿，撤撤撤撤！快快好，压了我走了，拜拜。行行行，如果和你接吻的话，我去，厉害呀，雪山，啊，过奖，看过吗？好看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不错啊，有些同学挖得非常好，啊，有些同学得加油了啊。今天晚上能不能吃得饱，那就看你们下午的收成丰厚不丰厚了。老师。我们晚上只能吃红薯吗？当然可以吃别的，但是必须拿等价的红薯来换。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累死了。走，咱们上哪儿坐会儿吧。行。咱们去那边吧，叶子他们都看一下午书了。真行啊，在这儿都能学习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紧张不行了。班长，卷子还没写完呢。哦，快了。快了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们挖的红薯呢？我写完了就马上去。现在，立刻。十分钟，很快了。这都高三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搞这些？学农也是学校举行的集体活动，好吗？大家都在那儿辛辛苦苦的挖红薯，你们就在这安心学习，等着吃别人的劳动成果。我们可以不吃。我和冷阳他们挖了很多，我可以分给他们。玉明，怎么了？又是不是学习累了？那就去挖个地瓜，算是休息了啊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知道了，方老师，你就算了，
你，还有你，上个月月考成绩都考成什么样子了，现在还有心思在这儿玩？我来之前怎么说的？上高三了，抓紧时间学习，把心收一收。好了，下午自习，把时间找回来啊。累不累？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不气不气不气啊！既然想让我们学习，干嘛让我们来学农啊？行了啊，真是灭绝师太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奴婢一个又子翻身，挡在了冷美人的身前。那青龙宝剑穿过冷无病的发鬓，穿了过去。那冷无病根本没有看清那青龙宝剑的样子，只见一道青光一闪，自己的发鬓落下了几缕青丝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不错不错，不愧是老夫的知己，上道。哎，你再看这个，我要赢了。你看你下这儿，如果下一步我下这儿，就算你再怎么堵我，我都连下来。你等等，我刚下错了。嗯，我本来是要下这儿的。这儿就更不行了，只要我下这儿，我直接就赢了。哎呀，我太困了，我不走了。别别别，你看，你下这儿，我不就没办法了吗？闲着，哎，我干这个，给你一个，你写的写，一二三啊，啊，一二三，走。搞什么飞机？熟了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这怎么都烤黑了呀？不是，这是煤块吧？这是糊了。你尝尝，这确定能吃？哎，无敌了，巨好吃这个。真不错呀，我巨好吃，跟你们说，真的可以。过来，丢一个，过来，丢一个，丢一个，丢一个，来，给你吃这个。行，没事。那，哎，给你个大的。吴天奇，你不说你不吃吗？你说过吗？这块，哎，有糖留下来的，这是最甜的。它外面糊，它里面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就这块儿，不烫吗？怎么了？水。哎，有水吗？快，检查组还有五分钟就来了。窗框擦了吗？啊，窗框也要擦？万一他要看呢？我现在去擦。嗯。踢脚声有灰毛。我来。
这次评比，咱班肯定能拿第一。老师要宣布评比结果了，好紧张，怎么会是叶明吗？同学们，安静一下啊！现在我要宣布各班级卫生评比的结果。第一名，高三理科实验班。什么？又是理科实验班？你别急，可能他们整理的更好吧。第二名，高三四班。第三名，高三九班。咱们怎么可能连前三都不是啊？但是这一次要重点的批评一下咱们最后一名，高三文科实验班女生宿舍。啊！你们怎么那么脏啊？你到底干啥了？走，等等，放老师评理去。走。哎，别！别忘了，我们班还有另外一个宿舍呢。什么呀，快跟垃圾场一样。就是他们也太过分了吧。让一下。还有心思看书呢。你们宿舍为什么不打扫卫生？起晚了，怎么不声闹铃呢？是啊，没响。怎么别人宿舍都能响，都能起来打扫卫生，就你们不响？我们也想知道。你们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跟桌一样。如果你昨天晚上提前收拾好了，是不是今天就算起晚了，也不会那么累？一会儿打扫干净就行了呀。方老师都说没有关系，你这么急干嘛？老师都点名批评了，还说没有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啊？赵曼儿，你不要太小题大做了。我们起晚了，没来得及收拾。刚才已经和老师解释过了，老师都说没关系，一会儿打扫干净就行了。你用上岗上线，人给谁？你不就是一个卫生评比吗？哪个班得第几，谁会记得呀？在学农基地还搞这些，在学校我们已经够累了，你自己不累还拖着我们，你问问其他同学有必要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上次拆班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针对于明的吧？打扫自己宿舍卫生难道不应该吗？因为这些影响了集体荣誉，那不道歉不内疚，怎么还到哪一派辅导我啊？啊，就是没有集体荣誉感。怎么咱们班得了倒数第一你就说没关系，自己可是怎么不得倒数第一啊？啊啊！你们一个两个给我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凭什么？我们都说了，是因为闹钟坏了没响，要道歉也应该是闹钟给我们道歉。还有你，赵曼儿。你凭什么摔人家吴天琪的书？这是你宿舍吗？你随便进。对呀，对呀，道歉，你们才应该道歉。谁要道歉啊？凭什么呀？闭嘴，哥们，别道歉。没多大点事啊，小妹儿，提前回家，别让其他男同学听了，看笑话。是我让其他男同学好吗？是啊，是什么事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都走了吧。没事了。吴天琪。你们也抓紧时间把这儿收拾收拾啊！你看宿舍弄成这个样子，也确实太难看了。去吧。知道。这谁的书啊？读书都没读明白，感情脑子弄成……下个月开机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在开机前通过。
不过总算是签下来了，可以稍微松口气了。信号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你突然叫我吓我一跳。看你好像有心事啊。嗯，我在想，如果当年没有回韩国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，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更好，还是更糟？谁知道呢？不过，就算过去没有被改变，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。发疯了都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我去，不至于吧？听听看来。今晚九点，绿地大酒店。现在8:40，应该还来得及。能拍到什么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那要看值不值得花。Cassie， 够吗？没数量吗？成交。听说是赵曼儿给狗仔爆的料，他也太狠了。赵曼儿和宋大川有什么关系？中国现在6分。这录音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真的？不可能真的。今晚九点，绿地大酒店。8:40应该还来得及。能拍到什么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你为什么还要害我？啊！一周刊的热搜不是你干的？怎么会是我？我早就从一周刊辞职了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发誓，况且我也不可能为了赚这种烂钱而害你啊！王冉的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黑料怎么还在？过去的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了。还是改变不了命运吗？发件人变了，时空到底改变了什么？录音为什么会变成视频？你到底是谁？